两岸互动频繁，在陆委会主委王玉琴今天就要搭机回台，而紧接着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下周一也要前往大陆访问，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，这将会是两个人二度会面。去年连战访问大陆就曾经跟习近平会面，而这次同样是受到对岸的邀请，加在下周一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。除了跟习近平会晤，连战也会前往北京大学完成获颁名誉教授的程序。